交通，所以跟任何弟兄姊妹有过不去，也要求主先除去这个间隔，才能在祝福的里面吃。我曾经讲过三篇薄饼聚会的意义，讲了三篇啊，上下两篇，然后薄饼的实行，你真正去读一读就知道，里面有好多蒙恩的原则。好，今天只有简单点过第二大点，第二重点，敬拜父，以父为中心。以下弟兄们读，按着神救恩里先后亲近父的程序，应当先纪念主后敬拜父。纪念主是以纪念主为中心，敬拜父是以敬拜父为中心。一切的祷告、诗歌或话语，都该是向着父的。所以有的父母们，有时候他会点错诗歌，那么老练的弟兄们就会说：“请我们改唱哪一首诗歌。”这时候，新蒙恩弟兄姊妹不要受伤啊，因为新蒙恩不太会选，所以选的啊，哎，有一点这个次序不对了，有人修正一下。你要从这里学到功课，而不要受到伤。在我过程中啊，有的人就是点唱的时候，因为他不知道嘛，他唱啊也没有，当时也没有出现造就，他也不知道，所以说他被前面弟兄就说，哎，请改唱，他一听火大，包包一拿就走了，哎呀，真是极大亏损，他不解了，因为在这里是有一些次序上的讲究。好，第二大点，参加聚锅饼聚会的人是谁参加呢？好。一起来读就知道了。一起读，信的人过饼，过饼的人应该是信的人，就是信而蒙主的救恩，得主生命赎主的人，必须是这样信的人才可以过饼。所以在过饼聚会，常常我们会提醒还没受浸的啊，请你暂时先不要过饼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受浸是信的 reconfirm。对不对？你受浸了，信而受浸嘛，就必得救。所以信其实就可以过饼了。但是因为没有受浸做一个确认，我们不敢印证，我们怕得罪主的身体，所以啊，就会说信而受浸，我们就接纳他过饼，因为这是比较小心敬畏主的做法。因为还没有信，你就吃着饼喝着杯，事实上是招损，不是受益，并没有 honor。遵从这个意义，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注意。因为有的小朋友啊，跟着爸爸妈妈去过饼聚会，对不对？那个旁边想啊，我要吃一块，我要吃一块那个饼干，就想吃啊啊。那么这时候有的妈妈说啊，好了好了，给你一块，小心这样做啊，就是很不好啊，这样做是违背的。这跟呢从身边爷爷买来的饼干不一样，你最好身边有饼干啊，我们吃这个饼，那么孩子好，给他另外一块饼，你懂的意思？因为这就是啊，是一个尊重主、一个敬畏的做法。过饼聚会是经过祝福的，饼和杯预表主的身体。孩子还不懂，还没有真正是相信受浸的过程，我们就暂时让他们来饼，等试一下就跟他讲好，免得在这件事上得罪主啊。这也是前面弟兄常常耳提面命。不要碍于孩子吵嘛，哎呀，那个你看塞进去，这不好，这是不够敬畏主，阿门吧？啊，那最好你身边一个人摆在身边啊，顶替一下，这是更讨主的喜悦。好，以下我们就来读一下啊，第二重点，我请大家站起来读，因为这一点呢、啊、有点难懂，所以啊聚精会神来读啊。所以无论何人，不配得是主的名。
来是纪念这位造天地的主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他的确有荣耀喜乐的一面，也有严肃谨慎的一面，在这点上我们要读清楚。那么事实上这里更多的话要来发表，在这里就要持守一一的见证，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饼杯啊，当然你不懂主台还不追究，你要认识这饼杯，要问这个饼预表了什么，饼是预表合一，所以有的不在合一里而有饼杯。事实上啊，我对我来讲，我一个认识真理的人，我就不敢碰那个饼杯，因为那个不是招的受益，乃是招损，因为身体的一这个见证也是严肃的啊，这个点你可能还不能马上领会，求主再带领我们。第三大点，一起擘饼聚会的时间与地点，我来就可以了。第一个，当时的人啊，基督徒爱主太多，刚刚开始嘛，所以天天擘饼纪念主，所以连天天擘饼也可以，不过实在是做不来啊，时间有限，所以至少后来使徒们带着主耶稣基督做公案也是一样，七日的纪念他们擘饼纪念啊，那么他们挨家挨户，使徒们实行就是七日第一日，而且在家里我们叫区聚会，就是挨家挨户擘饼。好，擘饼以后，来，请我们一起读一下。第一，请弟兄们读：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宣告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擘饼纪念主的人，应该是想念主的，爱慕主显现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过敏期以后应该过等候主来的生活。姊妹们，第二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有份于主的筵席又有份于鬼的筵席。这里说我们有份了主的筵席，就不能有份鬼的筵席，喝了主的杯就不能喝鬼的杯，鬼的筵席和鬼的杯你们深度的交通啊，在我们中间明明里面信息都非常丰富，请你可以去追求。那么简单，你要上 YouTube 也可以啊，来打这两篇信息的名字，他也可以听得到，有比较详细的说。在这里我们只有半个小时，简单点过原则啊。好，第三重点，我们一同来读。来，我们守这节，不可以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。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义，这里所说的教是指一切的罪恶和一切能叫人受害来的事物说的。在旧约以色列人过了逾越节，今天的就是除教节，从他们的生活里除去了别人的教。今天的国语还是以逾越节的逾越节，所以在国语后我们以爱心及善心的过主教节，从我们的生活里除去所有的罪恶和一切能叫我们受害怕的事物，只凭着主那圣洁无罪的生命，就是那纯真真实的无教义过圣洁无罪的生活，做一个真正守主教节的人。一面说过敏聚会就取代了旧约的逾越节，逾越节羔羊就是以色列要出埃及之前最后的晚餐，有羔羊啊做他们的食物，给他们有力量往前。这表示主耶稣为我们死之后，他成为可吃的和享受的，叫我们有动力走属天的道路。另一面说，他们还要加上无酵饼加苦菜，意思就是要过无罪的生活。每一次过敏病完之后，我们就有一个盼望，这一周我要过一个不沾染世界不犯罪的生活。等到这一周到了主日再来的时候，我发觉我沾染过，我就求主保全，再一次洁净我，再一次 reset 啊，重新对焦，重新调整，重新再出发。这也就是过敏的好处，每一周让我们再校正一次，重新出发过除教的生活，这样就一生蒙保守，只等到主回来。但愿过敏的意义大家能领会，我们过敏纪念他为我们成就的，好，只等到他回来。
多明也是让我们成为一，因为我们就成为大麦饼的一部分。见证身体一的见证。多明也要敬拜父，因为见着主，我们得着神做我们的父。本来发声如雷的，今天说我爱你，说我属你。我们原来只能说神啊，远离我吧，你太可敬畏了。今天说阿爸父啊，我爱你，这是何等的天壤之别，这是破壁聚会真实的意义。现在我们来唱178首破壁聚会，常常带着诗歌，然后后面带着祷告。希望大家诗歌完之后，随着诗歌可以有一些祷告。那么我们破壁啊，来178首。